最近气候开始变暖，越来越多的南美食博主都进入了减脂期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毕竟瘦下来后穿搭才会游刃有余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低卡健康的肌肉 taco， 处理好肌肉，我们来做酱。青椒这边用喷火机喷一下，或者用平底锅煎一下，可以提高它的风味。加入西红柿、洋葱、香菜、现磨的黑胡椒粉以及少许盐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 tabasco 和柠檬汁，拌匀后就做成了最基本的沙拉酱。接着我们做鳄梨酱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得物女神节活动，潮牌款式特别多，还保真，评论区还有新人福利哦。做完两个酱后，我们来煎鸡肉，用盐调味。吃的时候，一张软的面饼，一张脆的玉米饼，生菜、鸡肉以及两种酱，非常简单好吃，强烈推荐。今天我们来做一块非常鲜嫩的酱香战斧牛排，我用的这块差不多5公分厚，为了图方便，没有剔骨就用边。今天这个做法，我们先腌后烤再煎。洋葱、苹果都能非常好的软化肉质，加了我喜欢的韩式辣椒酱和五香粉，打成泥后涂在牛排上，充分按摩，分上保鲜膜腌制2个小时以上。腌制前可以拿针多擦一下牛排。腌制好后，我们去掉表面的腌料，厨房纸擦干表面，撒黑胡椒盐，烤箱200度中层20分钟。烤好后，我们用平底锅让它的表面进一步上色，加一块黄油可以增加它的风味。记得我们把边也煎一下，然后锅不用洗，倒入刚刚的腌料，盐和糖调味炒成酱。这时候牛排醒的也差不多了，最后撒盐蘸着酱吃。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两块牛腱肉的夏季。上次买了两块牛腱肉，其中一块做了酱肉。这次呢，我们来做特别适合夏天的凉拌牛肉。牛肉泡水3个小时，冷水下锅，煮开后大火再煮5分钟，取出后洗净浮沫，再冷水下锅，放入去味的香料和配料，放盐除了调味，还可以让肉变硬。煮开后转小火盖盖煮1个小时，关火后呢再焖1个小时，取出肉放冷藏1个晚上，第二天就得到了非常紧致的牛肉，切成薄片，放入所有的调料和配菜，翻拌均匀，热油爆香过的蒜末和小米辣，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柔和，黄瓜丝、香菜和牛肉是绝配，最后呢淋点藤椒油完成。今天做一个中餐厅同款的老鸭煲，同样也是作为浙江人的我，家乡的味道，从小吃到大，这个味道是流淌在血液里的。准备好老鸭、火腿、姜片，开中火，冷水入锅，焯一下水，煮的时候撇掉浮沫，捞出里根，然后中大火把鸭块炒上色，上色才可以激发出它的味道。放入灵魂的火腿片，手撕泡发好的笋干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花雕酒升滑一下它，酒精挥发后倒满水，放2块老冰糖提一下鲜，盖上盖小火炖2个小时，不需要放盐，味道都来自于食材的本身，太鲜了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做美食博主这半年，吃吃喝喝什么都好，就是要天天做清洁，还好有威猛先生的懒人水，无需过水，配方也非常温和，搭配它的重油污清洁剂，真的是我每天必备的两瓶。睡觉之前分享一个朴实无华的盖浇饭，三文鱼一定要新鲜，挤上蛋黄酱，一个无菌蛋黄，用喷火枪喷到全部半熟的状态，这样的三文鱼又嫩又滑，最后来点柠檬汁和茉莉花。这应该是我入秋以后的第一碗酸汤。其实呢，除了酸汤肥牛和酸汤鱼，还可以有酸汤海鲜锅。我们蒸火热锅，加入橄榄油，可以把部分的配料煎至上色，取出备用。今天用的酸汤酱呢是味达美的，包装虽然朴实无华，但味道非常惊艳。刚刚的锅不要洗，加入水和酸汤酱煮沸，砂锅的底部放上粉丝，然后加上刚刚的一些海鲜，倒入酸汤，大火再煮6分钟，就这样一口海鲜一口酸汤，真的非常的赞。